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超峰寺的主持灵学，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煞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继续来讲这《楞严经》第84集，这些是。继续在讲这《楞严经》的第2卷，经文安尼讲：阿难，比如薄流啊，波浪相续，渐济浩济，不相日月，行音动地，亦何如是？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安尼讲，讲阿难啊，讲比如像薄流，薄急流啦，迄薄流就像伫个山顶流来，迄薄薄，啊，薄薄呢，经波后浪啊，相续不断。前一段的水啊，后一波的水呢，未相超越，未混乱去。前后连续。安尼，我们啊，去行，啊，就是像安尼。我们中去行呢，就是指个时间，会流转，咱心念，各种指。自性啦，这自性的相续啊，就像安尼啦。你当知影讲这里经文阁安尼讲，阿难。如是流行啊，不能空行，
不能注意有，也可以注意性，可以离空注意。如是阿难，若因空性，即诸十方无尽虚空啊，心无尽流，世界诸缘，其实定论。轮流一这段文的意思讲，佛陀讲阿难啊，这些薄流诶罪行啊，唔是因为虚空而生，也唔是因罪而有，也唔是罪的本性。水的本性是清净的啊，但是啊，不能离于虚空，含水而存在。就像安尼阿难啊，如果薄流因虚空生，这薄流那假使是虚空生出来，安尼十方。特别弘扬西方世界，没无强劲的虚空，都会成为没有强劲的薄流。西方世界之间都受到定论、暗力和最阴定类了啊。即马有迄个国家土地较低呢，都在烦恼将来吼，会沉弱、沉弱啊！像迄个，因为即个气候吼，气候反常，讲起来，就是咱人家己。拢，迄落二氧化碳啦、啊，汽车啦、啊、工厂啦、啊，啊，受迄落天气吼、哦，变啊呢，食无正常，啊，热着热啊，啊，一日热吼，遐个冰山啦、啊。迄、那个冰山都拢融去，融去了水面就关起来。啊，所以这国家哦，啊，迄个国家呐，土地较低，就真正会像只个讲沉弱、村里啦，啊。迄有海中个小岛、小国吼。拢赶紧去啊！外国买土地，万一有一日吼，国家都要沉落，看带咧走。咱台湾这真幸运啦，哈！台湾正在平地沉，凹的高山凹真济。英文搁安讲，欲因罪有啊！即处薄流，成因非罪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啊！若即罪性，即定清时，应非罪体啊！若离空罪，非空非有外。水外无流，四果当知啊！应因希望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段文的意思讲，佛陀安尼讲啊，讲
孔子个迄个薄流个叫薄波呢，是因为水鱼幼，安尼，这薄波的性质呢，应该含咧咧静静的水啦，去澄清静静，安尼无水泡迄个水呢。各有无同的处所啦，相中啦。现今应当知影伊眼前，如果薄流，即是水性，那么当水澄清、清澈的时，应该就毋是水的特性。如果薄流是离开鱼孔含水鱼油，鱼孔包含一切，没有鱼孔外，鱼离水以外，也无可能有薄波。因此，应当知影，这自行潜流的这个。心情呢，本来就是真心实性，性性中希望的幻影，本唔是实在的因缘所生，也唔是自然而有的实在特性。所以佛宝是水啊，但是含。水的本性不同，水本性是啊平静，无波啦，哈，澄清啊，所以薄流唔是水，但是一个不离水啊，离水也是无薄流。其实这拢是，这薄流就是，比如咱咧摄受上形式，自形啦，形就是伫时间中吼，一秒一秒直直过，无停，就是咱心念迄个自形。意志吼，想要做好，想要做歹，想要做啥，一念一念就得过啊！哈，其实咧，拢是咱的真心实性所体现起来的幻影。经文搁安讲，阿难，比如有人出贫克贫。塞机塞两孔，两孔满中净空，千里远行，用向他空，摄影当地，一号就是，大部分的意思就是。佛陀安尼讲讲阿难啊，比如像一个人啊，提迄个平溪鸟形的，迄个瓶，迄个叫花瓶啊，南无陀经有讲到平溪鸟啊。迄个花杆做平溪鸟形有两个孔，入鼻孔甲塌起来，迄个人吼，所以摕迄个花杆的水吼，个鼻孔啦，摕去到外国咧，送予朋友，去到遐吼，
那个两个空的塔塔飞起来，到那个花间中装的鱼空，倒出来吼，倒出来给外国的人。因为讲到色受相行识，五蕴最后迄蕴色蕴就对了。咱个心色吼，色蕴吼，做啥物善恶业，啊，着随着去到遮远去受报，受人间天堂福报，对讲五鬼畜生个恶报啊。就像诶，摕咧花间诶虚空，即国摕到别国去安尼。英文个人讲阿兰，如是虚空回避方来，回出方入，如是阿兰入避方来。即观平中，依住，住就是装的啦，装虚空去，以观平的观平地啊，应消虚空，欲出方入，开空道平。应见空出，是故当知啊！色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也非自然。色受相行识，嘿，最后迄个心色，迄虚妄的心色，就像虚空啦。你讲往迄个两空的迄个平溪鸟的。管哦，入去空去到北国上人啊，他啊两个他啊推起来倒出来，讲啊，那是真正有迄、那个，有迄个虚空入来安尼迄个，拄啊虚空哦，入到管啊内迄只虚空应该都减一地啦，啊正到北国。他来推起来倒倒，应该都爱有看虚空走出来，所以爱怎讲，咱的心性吼，轮回到底拢是空的，迄是咱真心实性的，希望作用，毋是因缘所生，也毋是自然的真性。这段文的意思，佛陀安尼讲啦，阿难啊，即个，花间中的虚空哦，毋是从他方带来，也毋是在此方增入的，就这样阿难，如果花间中的虚空。是由他方带来，安尼迄个花间中，伊装了虚空，在虚空去别家，而这干那原地呢，应该就减少了虚空。如果是在这地方装入的。开花间塔啦，啊，倒花间时呢，应当会看到迄个虚空倒出来，因此应当知道，迄心色希望的心性啊，随叫去报，感报，
以六道中轮回心识的音节，本是真心实性的希望作用啦，唔是实在因缘所生，也唔是自然已有的真心实性。顶面拢在讲色受想行识啦，啊，讲迄个五音啊，就是一般讲五蕴，五蕴拢是希望的，拢是咱真心实性所现的幻想、幻用、幻影啊。楞严经个安讲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，灭智为物啊，是离本心为物所转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呢，都迷失了自己，哦，迄、那个外物六尘哦所牵咧走，所以丧失了真心实性，为物所转啊，是迄个六尘六尘的外物所转动。伊个人讲，处事坚定，希望向上。行你真性，行你无始至今生，因出为主，心你完成，过受轮回。讲你要知道你心内那这妄想，遐个妄想，你认为讲迄是你的心，其实迄是目睭前遐六尘看所即卖影像，你当咩啊？录音录音啊，他们啊，胡思乱想，哎，啊，这妄心哦，看到你的真相，所以啊，引出为主了，哎，不是你的心，你认为那是真正你的囝，啊，所以你要失了那个真心实性，才会当要轮回。我本人离开台湾外东。那台湾了，看到这个高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44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用规文本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分寺拢寄过来。啊，若是在家寄书，随喜在印度寄开。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回来甲讨。已经卖写啊，一林寄书。他甲我提百几份，讲伊伫遐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放互全世界收会到。啊，咱遮若，啊，我伫电视所讲个，遮伊能出版电影是刚演出九本。各位若是也煞敲电话来本市，咱遮若一点事，你都拢应景上，或者袂阁急济急难，阁收几啊高字，阁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复合图书馆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人将、女将。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，咱遮头前定着是镜头一间，啊，都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正公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遮大灵感，啊，我家己嘛得到遮大灵感，8-9年前我互人误过陷害。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判我死蛮无罪啊！伊个月继续甲我上诉，我求观世菩萨甲我解救。有一人梦见观世菩萨在我头壳顶甲我浇甘露水，结果无偌久真正，伊个最高法院将伊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卖提袂出人证物证，毋好阁上诉啊！到这为止，到三审定谳，向我清白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阿弥陀佛。平安。
岩古刹新桥红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红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。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2024药师经消灾祈福法会，恭请湛行法师、湛弘法师共同领众。日期4月16日星期二，时间13:30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联络电话：0398993190，0398993190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清明孝亲报恩，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祭祖操建普施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弘法师主法。日期4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，欢迎提前来电登记，洽询电话0722123233或0728202278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、FB 佛教中山书坊。